高温，几乎天天都越嚟中山北路又大，华润万家。好多人卜位。这个干电影院呢？呢一間電影院咧，八川國際影城，茶又大學。黄皮猪手啊！嚟啦！一隻燒鵝，一隻黑松露燒鵝，一隻燒鵝。打包外賣。
手工蛋挞。三蜜包，阿妹你都系坐喺嗰度咧，佢嗰度凉啲嘅，俾到佢咧可能。冇点鸡脚，冇点鸡脚。我嗲嘅，我唔知咩。对对对，最热啊，俾佢坐嗰度。有得佢啊，有得佢坐啦。唔攞位啊！食嘢啊，好礼啊，喂，你唔系摆埋饭先都唔走啊嘛？我不知道唔好食啊！唔好食啊！咩名啊？靓女，靓仔，嗌你个部长嚟，经理嚟，嗰煲嘢又变咗啊！嗌佢嚟，三蜜炸烧包。你咁样，你咁样，菜有冇计过你啊？